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一节，所罗伊完对主的门徒，伊未恐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要求文书和大马士的国会堂。那是找到信奉这个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准伊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所罗行路，将近大马士。无常伫对天里出光，四面照着伊，伊就趴倒伫地里，听到有声音对伊讲：“所罗，所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五节，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主讲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起来，入城，你所应该做的事，要有人甲你讲。当行的人徛伫遐。静静听到声音，也无看到人，所罗对地里起来，目睭睁开，竟然未看到什么。有人牵伊的手，带伊入大马士，经过三日，未看到，也无食，也无啉。十节，迄时伫大马士有一个门徒，名叫阿纳尼亚，住伫异象中对伊讲：“阿纳尼亚，伊讲主。”我伫遮，主对伊讲：“起来，去迄条直的街，伫犹大的街内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所罗。伊拄伫祈祷，佮看到一个人，名叫阿纳尼亚，入来换手伫伊的身上，互伊会看到。”十三节，阿纳尼亚回答讲：“主啊，我听到真侪人讲，这个人怎样伫耶路撒冷？”这些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伊伫遮有对这些长得来的权，通来捆绑一切竟来求过你命的人。主对阿纳尼亚讲：“这里去，伊是我所精选的器库，要伫外邦人甲君王，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。我也要指示伊，为着我的名，得受真多的苦难。”十七节，阿纳尼亚就去入迄个厝，将手放伫所罗身上，讲：“兄弟所罗，伫你来的路中，对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找我来，互你会看到，搁得到圣灵充满。”所罗的目睭亲像有稀烂，随时加落落来，伊就会看到，就起来休息，已经食饭就用行。所罗甲大马士的门徒同住几落日，就随时伫国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讲伊是神的囝。第一节，竟然听到的人拢讲也讲，伫耶路撒冷残害求过这个名的，毋是这个人吗？并且伊到遮来，调伫要捆绑因带到这时场下，但所罗哪有能力？博得点伫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第三节，过节节日，犹太人参详要杀所罗，但因的计谋和所罗知，因搁明日伫城门里等等要杀伊。伊的门徒就伫透暝用篮将伊对城墙顶堆落去。第六节，所罗到耶路撒冷，想甲门徒交陪，因却拢惊伊。唔信伊是文道，独独巴拿巴接待伊，带伊去见使徒，将伊伫路中怎样看到主，主怎样对伊讲话，以及伊伫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好大传道，拢总讲起。二八节对安尼，所罗伫耶路撒冷，甲文道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好大传道，也甲讲希尼尼话的犹太人。讲话辩论，因却多无要杀伊。三十节，兄弟知影就送伊到该撒利亚，予伊转去代数。对安尼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所在的教会，拢得到平安，被建立。凡事敬畏主，也受圣灵的安慰，人也就那加添。三十二节，彼得骗行四方的事。也去到踮伫路台的圣道遐，伫遐拄到一个人，名叫伊利亚，患着便衰，伫坡仔倒八年久。
彼得对伊讲：“伊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啦！起来，就是你的婆啊！伊就随时起来。今日跌伫露台、甲沙轮的人，拢看到伊，就归服主。”36节，伫约帕有一个女徒，名叫大比大，欢喜尼尼话就是道家，伊行好事，这这是救济。当时伊破病来死，有人将伊的身躯洗下伫楼顶。露台原甲约帕相近，门徒听到彼得伫遐，就找两个人去见伊，求伊讲紧到阮遮，毋通延迟。彼得就起身，甲因三个去，已经到，就有人带伊上楼顶，将寡妇拢徛伫彼得的身边伫哭。多加甲因同在的时，所做衣服摕予伊看。40节，彼得叫因拢出去，就跪落去祈祷，外心对世人讲：大彼得起来，伊就睁开目睭看彼得，就起来坐。彼得伸手扶伊起来，叫这众圣徒甲官夫入来，将道家活活交予因。这个事传遍约帕，就有真侪人信主。以后彼得伫约帕一个犯罪师傅西门的家住一日。